大家能猜出来潘森的 Q 技能包含了多少个动画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全能公司的高级动画师胡林月，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技能衔接动画的制作过程。那么什么是衔接动画呢？具体来说，当英雄释放完技能后会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是站在原地播放 idle 空闲动画，另一种是继续移动，根据移速播放走路或者跑步动画。衔接动画就是他们之间过渡的动作，他们看似并不起眼，却是让技能动作流畅的关键一环。回到潘森的 Q 技能，首先我们制作这个技能的主体，一个三秒长的移动蓄力动作，然后去掉脚步移动，做一个同样时长的原地蓄力动作，这样玩家就可以在蓄力 Q 的时候灵活移动了。下一步就是做蓄力 Q 结束后回到空闲走路跑步的过渡动画，因为潘森还有个被动触发时的跑步，所以我们还要做与他的衔接动画。接下来是制作蓄力 Q 时扔出武器的动作，还有他与空闲走路跑步被动跑步的过渡动画。最后一步是制作秒 Q 的攻击动作，和他与空闲走路跑步被动跑步的过渡动画。到这里潘森的 Q 终于做完了，总共有16个动画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对呢？喜欢小伙伴记得点赞和关注哦，我分享更多关于动画制作的点点滴滴，谢谢大家。